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《沧海的呼啸》，传承龙族奥秘。哦，这个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木队。哦，大家有很多用什么减伤双双鱼什么的，那我们就是用这一队，因为这个张狼他是没有双鱼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就用队友的双鱼。哦，当然这个队友还是我自己的嘛，开自己的账号来用有没有？好，我用这个队伍主要是。这三只吧，这三只比较核心吧，因为三四五关的话，一个要隐身盾，一个要两个要破防，哦，当然最后一关那个破防加隐身盾啊，好，现在为大家测试一下，哦，第一关就不太解释，就是除息地就对了，力道不要太大，OK， 这个力道可以。哦，两只打才6000多啊，所以除息地应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吧。哦，可以看到我转出是现在是属于就是很悠哉的速度了呀。因为我觉得单减伤就够了。哦，再加上我们有木屋的加持，木屋补血的加成到哈，我靠，在干嘛？把蜘蛛干掉。哦，但我是建议先把一只黑掉啊。但除息地比较除，只是我力道不敢打太大力。才讲完，然后就打很大力了。因为我们的单双鱼来讲，它的那个攻击力还可以帮我们加一倍。哦，还 OK， 这个 CD 出的状况还算蛮顺利的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中间搭一只这个木鸡龙了，这个暌违已久的木鸡龙，反正就是一只可以全体攻击的拿来用就好了。重点是要秒掉第二关的主动技减免的那两只啊。这样子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我们就来稍微给它处理一下了。好，这个木鸡龙就开下去了。我这只915的30倍，哦，没问题。哦，旁边两只直接送走了。中间这只的话，我还要再把木鸡龙出回来。不用担心打60几万，我们刚打10几万就打很久了。好，但是力道自己还是要斟酌一下，不要太大力。哼，要紧张才能扛啊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不过这 CD 四人不用担心了，我又配上一只木屋，基本上回血是 OK 的。哦，不要忘记回血就好了。转错了。
哦，放了一只乌龟，没有为什么，因为为了增加一点稳定性。第三关我不晓得这个打的那个状况是不是会很顺利的，就是把它送走。所以我们多一只减伤的话，就是变成双减伤。哦，血量记得超过12348。哦，因为我们减伤的话，还是要有12000多的血量才够撑。我、哦、现在技能全满了，所以可以尽量打，要出技出到忘记一样。尽量打，然后三枪都有。哦，就刚才我队伍当中都没有准备豪华角色啊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稳定性而已。因为我看这关卡不太需要什么爆发之类的。哦，所以这一关要除技，很好，这个是在我预计内。哦，因为我没有特地算攻击力啊，最近比较懒的啦。万正常进场点我先算好了啦。哦，现在注意一个，就是进场前我们最好是保持满血的状态。尽量啊，尽量。哦，这样现在目前状况这样还蛮不错的。嗯，非常漂亮，虽然是满血，可是我没有摸死。哦，因为它是隐身盾，我们要把它打出来，思考一下。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？好像不行，然后被他锤。好吧，减伤先开再说。哦，减伤开下去，一回合这样卖下去9000×2两只嘛，再除以乘0.25，剩4500，不过还是蛮痛的。哦，所以我建议，有没有准备这个木鸡龙跟火方啊？木鸡龙直接把它冲出来。哦，还会顺便扣血啊？那咋一减二狗崩啦，减四扣啊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可以看到我不开木屋有没有？因为3到5系的平民转出风险比较大一点。现在这个地我们争取5回合，好吧，木屋开一下，我们来挑战那个康博树好了。
哦，这样我比较安全一点。嗯，我们打是9000啊，没有减伤。嗯，我现在有点纳闷啊，我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，因为木木开下去就没有减伤了啊！我GG，我真的会GG。我看一下这个叔叔的练过，小朋友不要学。对，刚才那个所谓一个错误的示范，有没有？千万不要乱学，这样哈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就是看你是要开火油还是……哎，不晓得哟。以我的经验，我是开木妹比较保险。是一波送走了，晃晃晃晃晃晃，这个开错技能还苟延残喘的一个那个示范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啊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没有减伤呢？有没有？好，这张卡目前是还没入手的，看一下这张卡片的样子。像这个就是那个苍龙的呼啸哈，原始苍龙这个关卡的那个一个错误的示范，但是勉强过关的一个测试哈。以上这个测试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